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陈浩明。有意之就多谢，我是林家谦。谁知我上传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，醉过喊过期待有他深切慰问我，但你清清楚楚终止交往，他更快乐过，被退出惊讶什么？谁管我独来独往，大时大节你提及我，每晚勉强全面你先你应得更易过，未曾犯错，隔离有我，好想你搞清楚。但我自己知道，哎，会找林家谦做合唱版，其实我是觉得很开心的，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唱歌很有特色的人，然后他有一个文质彬彬的感觉，跟我是完全是相反的。多谢点灯。就觉得他唱歌其实真的挺有 character， 同埋即系 even 系可能系一只即系四平八稳的歌入边咧，佢都有一啲特色，佢系令到佢再 stand out 啲嘅。咁所以我觉得应该都挺好玩嘅。我会拣雪秀嚟形容你。点解？你有一种冰冷感，但你并不弱小嘅，你个力量系强大嘅，有破坏力嘅，可以。破坏力。但系雪秀大部分时间系 calm 嘅。哦，系咪形容得好贴切啊？又系喎，好有画面咯，我觉得。天狗得唔得？我标到系天狗。我唔接受剔除法，你要解释点解系天狗？食破咗添。系啊。天狗，我觉得俾我感觉系一种好得意同埋好有威严嘅嘢咯，即系同埋佢系好有霸气咯。即系好霸气。霸气噶，佢一嚟到就唔系，即系讲笑啫，即系，但系佢有一种霸气嘅，俾我感觉有少少却步嘅，另外。佢雖然係一種咁樣嘅霸氣，但係覺得呢種霸氣係平易近人嘅。我開頭會好驚你有一個距離感，因為話曬都係雪秀，即係有威嚴。咁所以古代嘅雪秀嘛，你話係仲係一個古代人嚟嘅，我會好驚我講出嚟嘅嘢太失禮。咁但係原來都 nice 嘅，好人嚟嘅咁。哦，林家謙啊！主要都是因為隔離首新歌是跟林家謙合唱，都話係合唱啦。哦 ，sorry 啦，咁我要揀顧靈軒啦，因為顧靈軒真係太熟的朋友啦。Jason 梗係。點解咧？係。因為合唱。係咯，喺我隔離啊嘛，而家。Jason 係。點解？安全啲嘅俾人。佢冇乜網絡安全，佢好危險。我真的會揀 Time Travel。最想翻去，可能是我中學或者青少年的時期，因為我覺得那段時間我自己覺得很沒有自信，唱歌也都停了一排，覺得自己唱得很難聽，因為轉完聲咧，你好似 control 唔到把聲咁啦，又覺得唉都不是唱歌材料啦，唔好嘥咁多時間諗啲嘢啦，咁就諗翻，如果可以倒流翻嗰時嘅話咧，咁我可以真係的起心肝去早啲 start 呢一個 music career。我想夢遊意境好似輕鬆啲，聽落似玩，好似你首歌咁樣開心啲咯。係啦。鄧麗絲夢遊仙境咯，係咯，因為我覺得佢即係佢人俾我感覺都係 colourful， 同埋佢都幾唔係九唔搭八嘅，不過係天馬行空咯，講嘢係幾有文有腦嘅，我覺得。多謝你，俾佢想，即係俾我想象中。俾一個文人讚我，有冇？俾佢想象中，因為佢唔係一個文人嘅 look 噶嘛，佢係一個。哇！咁樣真係咪？跟住懟罐啤酒咁淋落嚟嗰啲咧，我冇咁樣做嘅，放心。係啦，即係佢內裏係原來係斯文底咁樣。我覺得你都天生二品嘅，其實係啊，我二啊，一二個二咯。首歌嘅重點就不在於一二個二，而係獨特嗰個二。如果你話你細個嗰陣係冇信心嘅話，咁天生二品更加要送俾你，因為。我想每個人細個嘅時候都會有一個冇自信的時候，但佢咪就是一個例子咯。原來細個嘅時候冇自信，咁依家咪繼續係做緊一啲好出色嘅音樂，做緊好多嘅 entertainment 俾大家，好多嘅創作俾大家。原唱嘅隔離咧就係我係最慘嗰個，我俾人隔離。咁但係原來嚟到呢一個合唱版咧，我同時喺我隔離，我身邊都有一個人喺度等緊我。從個重心有少少 shift 咗喺我嗰度最慘啦。咁然後即係會覺得佢相對性冇咁慘啦，因為之前佢好慘啊，但原來發覺佢下面仲有個人等佢喎，咁樣，所以有多重嘅感受咯。咁我諗好多人都會 relate 到嘅，即係有時候就係、是，哦，你係抱住一個安慰佢嘅心態，哇、哦，你唔好唔開心啦，俾人隔離或者俾人飛咁咩咧，其實我就其實係受緊你同樣嘅感受之餘，仲要安慰你。好多時候大家都會覺得自己係悲慘嘅主角，我最慘，我最慘，係咯，慘中之霸。冰仔。
独往大事大节，你太勤劳。说句再见，全年你先讲有他。